据坎普村发来的情报，有幼童被困在贡鲁山顶的天葬塔内，该幼童似有特殊身份，曾引发几大家族的械斗，绝对不能冒犯当地信仰，必须在余震爆发前将其救出。这次行动极具风险，据称疯魔肆虐，正乱箭的幼童。该地区已经秩序丧乱。张帅，梁正，我靠你个混球，自己写的遗书自己带家去，这混球玩意别他妈给我。我保证完成任务并带回教队。耶啊啊啊叔叔啊，请你救救我妈妈，她在上面啊。赵队，我一定会回来接你。你，快上楼，才我走过的那间。危险，别动。叔叔，你别怕。我爸说，只要我在塔里，塔就不会塌。村子里的人都喜欢我阿爸，感谢阿爸为他们送魂，说阿爸用大鹰送他们转世的好人家。大黑天一定会保佑阿爸。阿妈却说，阿爸害了疯魔病。哎呀等你救好了我阿妈，能再救救我阿爸吗？Thank you.
妈，我回来了，你看看我，你怎么了，妈？你醒醒！这个桌子，阿妈就没事了。Now to some more.